除了这一些学士课程，我们正在物色资深的学者、资深的教授加入新纪元服务。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开办硕士和博士的课程。我们的目的不但只是要招收我们马来西亚的子弟前来就读，我们也计划开放给东南亚和东亚，尤其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，透过新纪元走入马来西亚，透过马来西亚走入东南亚。各位，新纪元升格以后，多元开放，成人成才，升级无限未来。好，给大家一个惊喜，我们恭喜新纪元正式升格为大学学院。当然也非常谢谢。